虽然只是初审，我们会再邀请一位特别评审委员。这一次你可能会赢。特别评审委员是凯英的爸爸，如果他知道玄振浩为了向霍才利用他的女儿，会怎么样？振浩先生为什么要利用我？因为他好像没有喜欢你的理由。再往左边一点。是振浩先生弄成这样的吗？凯英，爸，我全都想起来。凯英，我是害死妈妈的女儿。下周一 M2 金丝帮超能奶昔个人取向精彩大结局。